那个，我今天要谈的是伪装游戏。那在谈之前呢，我要谢谢，就是我们的会长，还有丽珠副会长，还有阿蕊，因为他们曾经以前都是我学习的对象。啊，尤其是今天要谈的这一条伪装游戏，是我们的黄董，有一次他弹给我听。我公开他说恋爱瓜，那我今天就在这里献丑了。